本节目由鸿翔种业赞助播出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二人转总动员特别节目，我是龚海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孙中红。咱们今天回顾啥内容呢？今天的节目可以说是好戏连台，非常精彩。嗯，那么第一个节目是啥呀？看了再说。小红娘，哎呦，哎呀，哪里胡喊我喊呀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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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七情啊，淡淡。想你小蟑螂啊，哎哎哎哎哎呀，时时想你小蟑螂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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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两匹宝马来回跑。
这不是第三届民间组季军王红利和耿雪吗？对呀、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对王红利印象特别深。哦。他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并且成熟的民间二人演了。没错啊，孙老师，咱们今天盘点的就是历届擂主当中的民间二人转演员。嗯，那二人转呢，可以说是根植于民间文化呀，主要来源于东北大秧歌和河北的莲花烙。对，用东北人的俏皮话说呢，二人转是秧歌打底，莲花烙镶边儿。民间戏久听不厌，耐人寻味。嗯，民间二人转演员唱腔优美，曲牌演绎的是灵活多变。那咱们看完了第三届民间擂主的表演啊，接下来再去看看第四届。好啊。挚爱高德王凤英，我心思绵软呐、打条题、啊、常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呀、啊，赶尽杀绝我李不公，想到此我三万擎不住无情的铁呀、啊，苍啷啷宝剑落在第二六平啊。狠心的三弟，你认自己起，你想让嫂嫂相差，万想也不能。嫂嫂不搀我自己起，多谢我的老恩嫂不斩之情。倘若是嫂嫂我汤楼之上身得病，谁能够到大街上给我请先生啊？先生请怎么包家谱，拉过胳膊把脉平，先生走够人家的药啊，这煎汤熬药谁把我是疯啊？倘若这嫂嫂我病天而去呀、啊、谁能够搭个牌子将我停啊？谁能够对外来身穿孝，腰中紧系亲麻绳，亲朋故友来吊孝，谁能够跪着领钱给我守灵？亲妈亲妈哭几声，一到大街关过买木料本事，黄花什么关过买到怎么开封府，找一个换娘师傅就把颜色蒙，找了了老蒙师傅来杀口啊，谁能够喊嫂嫂东西躲兵，别碰我眼睛啊三弟呀、啊、倘若是嫂嫂唐楼身得重病啊，我能够一到大街请先生，先生求咱们包相府，拉果儿真把脉平，先生临走扔下药啊，煎汤熬药那么三弟我是疯啊，倘若是嫂嫂你冰天而去呀、啊、我能够搭着牌子把你尸首停，关锅埋到咱们开封府，找一个画匠师傅就把颜色蒙啊，找一个画匠师傅来杀口啊，我能够喊嫂嫂东西躲钉啊，别碰你眼睛啊恩嫂啊，单等那二七爹起领走，谁能够拉了前面那个老丧生啊，三十二杠谁抬头杠了卖猪直下谁先扔啊，打零分了谁愿意摔了本子高高扔啊，先走一送送到包家的老坟上，谁甚至挖了一个黄土坑，拆着宽那木子深入打顶了，到最挖了两条土龙，四个馒头垫四夹里边扔两够两打葱，守孝守道三年满包家的家福贴上我的名，我的名叫王凤英，你有那儿子后代管我怎么长啊三弟呀、啊、嫂嫂啊，但等那二十一天起领走，头前扛着一根老桑绳三十二杠，我抬你妈头一杠他妈卖路直下高高扔，零头翻我来的双子盆子高高扔啊，本嫂一送送到包家的老坟上，深深挖了一个黄土坑啊，看爷说宽打木字深打井，在里面扒拉两条土龙啊，棺椁下去不平整啊，四个鸡架馒头点平，嫂嫂啊
我能够守院守你三年满，包家的家谱贴上了你的名，我有儿子管你奶奶叫，儿子儿子叫一声八辈老祖宗，你看中不中啊恩嫂啊，万般大事啊都应叫，走走还有事一宗啊，宗主也赐给我八宝金山贺玉蝉，谁能够拖着我八宝龙楼千年见主公啊，宗主也赐给你八宝金山贺玉蝉呐，我能够戳戳扫扫八宝楼楼千军面临主公啊，你说此话我不信，我当着面要证凭，要证凭，那么有证凭啊，叫老张嘛你是听啊，当非为不过不禁咱何玉彩，我给太太刘世英，老张闻听吓一跳啊，孙生相爷要你是听盘古至今从头论呐、啊，哪有奴婢又来背主公，要你背来那么你就背，那么我给太太刘世英啊，老张背把金在一旁站呐、啊，看那叔嫂啊怎么样的行啊，王凤英这里我抬头看呐、啊，大梁三弟黑豹公刚才还像那国家大臣的模样啊，背上鞍鞯好像畜生，我走到近前叫唤龙，不听得三弟哼了一声啊。三弟铺了三把呀，就算是抱了嫂嫂是难情啊，铺了三把不要紧，护天宫中啊云陌生之下了王凤英，我抬头看了一只黑虎在空中，那么黑虎口口声声吐云雨叫一声三弄四得，王凤英呢你当你的三弟他是哪一个，他是厂房啊，管他取星不了三马不要紧，损气阳寿长势动，黑虎说罢扬长去，支架了王凤英，我胆战心中惊，叫老张撤去八宝金钗和玉扇，时间长了压得相爷击鼓堂，老张我撤去八宝金钗和玉扇，看你叔嫂怎样行，叫张三弟自己起让我搀你万不能，嫂嫂不沾自己起那么多谢，嫂嫂不齐之行，嫂嫂有话直言讲，趁着饭来要起称。这不是第四届少儿组的擂主刘，哎呀，刘什么刘？刘海涛，对，刘海涛赵红雪吗？我发现孙老师你见着他俩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哎呀，如果说王红丽是民间戏的传承，那么这俩孩子就可以说是继承。啊、哦，你看他俩那嗓门高啊，对，劲足啊，对呀、啊，小小年纪板头还瓷实，味儿还那么正，不怪这孙老师激动啊、嗯，就专门唱民间戏的少儿组的选手，真的是很少。没错，那咱们接着往下看，嗯，听上一段第五届民间组擂主赵小军、贾磊演唱的《秦香莲》。哪个是你丈夫？
好，你就算掉几滴眼泪也穿你呀、啊、要心肝呐、啊。下相连女抛荣花舍富贵，美貌公主上来找去，想罢多时不相认，叫上风和鬼冲去。这组民间擂主啊，实力真的很强，像他们刚才唱的啊，秦香莲呐、啊、还有杜十娘啊、包公赔情啊、韩琦撒庙啊等等等等，都是民间二段演员经常唱的。没错，哎，他既然提到了杜十娘的话，这就给您找一组唱得好的。那应该是到第六届了吧？没错啊，第六届擂主群鹤陈孝云。本节目由鸿翔种业赞助播出。万历年间呐、啊，是一桩啊，千古流传呐、啊，杜十娘鲜血烟花。正气在一心一意要从良啊，十娘我看上了眼一个呀，爱上李家真跳郎啊，为冲凉我与李郎臭足人凉啊，这恩德今生今世难以报偿啊，可恨那老宝儿心比那毒蛇狠呐、啊！临行时摘下我的首饰，把这一生啊，我归院中众位姐妹正银两正衣裳，抬来一个白宝向我洒泪告别众位姐妹。离开京城转回故乡啊，十娘我走出了雅爱花园，好一世困鸟出笼玉如大海棠啊。回头好像雅罗
呀好儿女呀，葬送了多少人，青春好时光啊，金锣葬遮不住啊，姐妹酸心泪呀，白银炉上填不满啊，宝儿黑心肠啊，赐喜我金玉重量，逃出苦海，眼睁睁日阳西斜，秋风凉。小曲唱，把满怀惆怅拉一旁。那么接下来啊，我们就带领大家去看看历届大赛唱谱子戏的擂主们。行啊，那咱们先看哪一对呢？唐健、林玉莹，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啊？有，太有了！我记得他俩来的时候啊，还是第3届大赛呢，是不是啊？好像对，那时候还是第一次将少儿组单独分化出来组别来比赛的。没错，没想到啊，孙老师还记得这么清楚。嗯，就这两个小选手啊，在同龄人当中，那也可以说是佼佼者了。那学习时间虽然不长，嗯，但是唱的还真是不错。那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当年的表现吗？好啊。咸菜条啊，进皇宫享清福，儿我可受不了，恐怕是净吃好的，肚子鼓大饱。干娘你从见天日比啥都好，儿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啊，儿知道您老的腰腿不好，回皇宫睡炕头，可别睡炕上，儿知道您老的眼神太好，走到
时可千万叫人搀扶着啊，儿知道您老的胃口不好，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，多蒸点鸡蛋糕。咱母子十八年，天天能见面呐、恐怕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，我的干娘。好东西送给那干娘你，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啊，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，趁热乎快喝下，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。饭中华贵的磕头，眼泪刷刷掉啊。李太后心如刀绞，两眼泪滔滔唱的挺好啊，啊，年纪不大还能唱包公这样大戏啊，不容易，底子还是相当不错呀。如果说唐建、李玉莹他们俩呢，可以用少年老成来形容，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个小家伙，就得说是机灵可爱了。谁呀？他们就是第四届大赛的王铁柱和张丹丹呢。他们俩可是难得的一对小选手啊，既有唱功又有表演。一开始来参赛的时候啊，就让我们评委眼前一亮。尤其我记得他们的戏还都比较特别呢。对呀，你看啊，其实咱们二人转里边嘛，适合小孩唱的题材其实不多。对，但是铁柱他们俩的演的《哪吒闹海》就是其中一个呀。没错，《哪吒闹海》这块戏啊，是他们老师为他们重新编排的，依据个人特色为他们量身打造的这么一块戏。可以说是相当的精致了啊。那接下来咱们一起回味一下。好啊。小哪吒，我眼望着爹娘，落下伤心的泪呀、
养育之恩我不能报，孩儿只能割肉还，儿死后娘亲你别把儿来想啊。天托梦陪伴娘的身边呐、啊，我的小儿呀，割下这世上肉，还给我的天伦父母啊。懂得了父爱如山啊，我的爹爹呀，哎哎哎哎哎呀，哪吒我对不起黎民百姓啊。牛鞭马给你们去耕田呐，我的家伙呀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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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吒我割肉还父母，以后你们别来翻钱找麻烦呐。接到青面山呐、啊，用了七十二朵莲花瓣啊，吞下七粒定魂丹呐、啊，哪吒脱胎换了骨三头六臂身上安，东海去把龙王找，战败龙王美名传，哪吒闹海上斗词姜子牙唱，下去的新风关。看过了第三届和第四届大赛的优秀选手们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五届的擂主们。嗯，第五届可以说是高手云集呀、啊，实力都特别雄厚。没错啊，你看在第五届大赛成人组的前三甲当中、嗯、除了来自专业剧团的董国芳和甄彩虹，来自民间的大美王东，另一副下就是当时还是小学员的胡飞扬和王哲林。就头一次参加比赛，就这么大型的比赛就能够闯进三甲、嗯、那实力相当是不可小觑。是啊，而且他们俩的风格其实还是比较多变的啊。嗯，既能演猪八戒拱地那样欢实的，还能驾驭得了那些比较沉稳的大戏。对啊，综合实力很强。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他们带来的胡知县断案。嗯，去看看吧。九死一生，又过鬼门关，六斤半肉从他身上掉啊！说你欠他肉，一点也不愿是他蹦的孙悟空，只有一个这张神仙推不翻今天。你要连筋带皮连骨带肉，一定要付清账啊！分量不许差一钱，就从你身上完呐！我心急无奈，哎，哎，卡不卡我眼？滚刀肉转走的脑袋，胃不好弹呐、啊。想问我肉，你费尽心生一击把它烂了。鬼老爷，要问我肉，我也干。要句话得说在先呐、啊，你说吧。
连皮带骨一刀下。那当然，分量不能差一下呢。中，伤口马上得止血，揉茶的立刻得长盐，万一那刀口遭感染怎么样？得按工伤治残算，养我的咽气那一天，我可得这回还咋办呢？唱的真是情真意切，两个孩子唱功啊表演都不错，尤其是女孩嗓音甜脆悦耳动听，是个不错的苗子。我记得在第六届大赛上也有一个上庄，可他不相上下。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，您说的是不是彭丽呀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想当年啊，他还是参加民间组的一个小学员，后来呢进入了剧团，就化茧成蝶，早已不复当年的稚嫩了。那接下来咱们去看看他们当年的表现吗？走着。圣旨到，跪拜听宣。西施范蠡，即刻写子进宫啊！一道圣。
孩子心一震，伸手我打开被子，吓掉了魂。见孩子小脸却青，小手转得紧，两只眼睛瞪溜圆，眼角还挂泪痕呐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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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叹他来到人间只一瞬，当晚周岁他就命归阴，回头我再把爱去看，只见他额头撞地血淋淋，看爱妻疯疯癫癫，让我难相信，当年的美喜事让我无处寻呐，他为我违心去无惧，他为我亲手杀死无望的根，他为我委屈全收起，他为我一生难为人搀起，爱情热泪滚啊，我和你这辈子生生死死天塌地陷，再也不离分呐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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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说什么呀？哎哎哎呀！说世人话富贵享不尽，说什么官运亨通踏青云？其实范蠡把公进辞官，做了自由人，悲观一娶女儿泪，千古不言。东北电视二段大赛老年组第九场比赛，一轮呐，明月呀，老西厢啊，大姐我编织伞呀，头一嘛头前走，大妹呀呀，对三一三呀，小妹我这在后边，我这棒棒哒哒呀，有的对儿啊。